豆腐刮的，有点烫，烫。哦，我还放的比较，主要是你现在头上没有头发，这帽子痛不痛？痛。我还放的比较，主要是你现在头上没有头发，这帽子痛不痛？痛。一会儿就好了。湿的 T 就不会痛，干的 T 就有一点点，但也不是很痛。这声音是不是啊？这声音很美妙，你看。给你看一下。哇！一条马路出来了。庙里面出来的，他们那就不觉得奇怪。如果你在学校里面穿一个校服出来，啊，他们就觉得好奇怪。会摸吧，轻轻的吗？好酷啊！很多朋友觉得挺酷的。眉毛太难看了，把刮了算了。嗯。